你们自己身上有没有什么想要别人夸的，或者是被别人夸的难忘的经历？我有个事想求夸，就是我除了夏天，其余时间我几乎都穿这个秋裤。秋裤，我比较怕冷。哇！我觉得你可能是体寒，一个是老寒腿，一个是体寒。你看你娜姐也穿了秋裤，而且穿在外边。这个是健美裤。来，最后代为来。我说山东话的时候比我说普通话的时候还帅。来，你说一个山东话嘛。我们那边说真厉害，就是整一把式，真把式，真把式。你说完话之后，我们一块说真把式，好不好？好，来。今天我来到这个快乐大本营，我特别兴奋，看着这么多老师，我特别激动。谁？